王爵对阵阿劳约塔蒂安尼。要抱那位詹木村没有成功，又被摔了。王爵小心保护自己的脖子。这个有点危险。王爵起身了，上来就直接是一个地面锤击，砸拳，撑开了，起身，砸拳，砸拳，连续砸拳，这个是很难见到的，这个柔韧性好到这个程度。对，因为是女选手嘛。好，翻过来，现在有机会，位置和刚才的逆转。哎，阿劳约现在是把自己的身体压在王雪身上，这个王雪不太容易控制，对，也不太容易布置降服了。现在两个人是在了绳圈边上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前后手，哦，右手换右手，王雪是步步紧逼，后手又一个。好，我看闪教练恨不得自己上去了。哇，哇，这下已经是打得有点把裤子吐出来了，已经晃了。这边砸击，哇、哦！连续的锤击，这机会。砸拳，砸拳，哇！最后一个高位正蹬，红方胜。